来啦！哎，妈，你怎么没在小姨家吃饭啊？我昨问你该下班了，就回来赶着给你做饭呢。哎，我来帮你弄。不用不用，你洗手，洗手就开饭了，我都弄好了。 洗手，洗手，洗手。你小姨离婚的事儿，你早知道了。他跟你说了？嗯，一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。 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妈，我觉得呢，是挺不容易的，但是你说，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，还硬凑在一块过，是不是更难受呢？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？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快快快，吃饭吃吧，我去盛饭去。那我拿两个碗喝汤。这个，明天我跟他炖点汤，你给他送过去啊。不是，人小姨家有阿姨，那做饭可好吃了。那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？跟我比，比不上。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，还挺香，看着啊。哎呦，给你盛点。 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嗯，这自由恋爱，不如家里给安排的。妈，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。本来就是嘛，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离了。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？那起码门当户对，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，可以选呢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嗯。哎，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，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？都没怎么出去玩呢。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。 我想去，还真研究了。嗯，行，我带你去。孩子咋样？好，你下回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？其实都还行，就你下个月那个。当然，你忘了，我这好不容易回国来，整个西餐店。好吧，但是哎，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，好吃的。菜菜，好，德顺娜，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，点多少是多啊？嗯。 那就多点点呗。说今天随便点，啊，俩太贵了，可以，差不多够，等他们两个到，再让他们再加吧。啊，来，咱们仨走一个吧。嗯，还挺催人的。哎，你的项目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，一定给你安排。这又交给你了，师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没问题。不是这鸡翅，特别辣。还行，他那个事儿你也瞎办，我感觉国外那个一年了都。来了。 来了，来了，快知道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自觉点啊。人齐了，今天呢，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。来，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。嗯，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儿？哎，天大的好事儿。你知道，能有多大事儿啊？你说。 我说，嗯，哎，没多大事，是是是，嗯，张小燕，我喜欢你。妈呀，别，哎，别别别。
哎，拿起来录，录高点，这角度不好看，你高点拍我好看点。你过来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你让他们录，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。张小豪，不反悔。张小燕，唐署长，你喝多了，你赶紧坐下。我喜欢你很多年了。 本来你回国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又有机回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回来是要结婚的。张小爷，我有多喜欢你呢？ 看这里，我超喜欢那个男孩，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他，知道了吗？就这么喜欢，但是，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，从今往后会。 我会离你远远的，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，相忘于相苦。就这样，拦一下，我们脱鞋。哎哎哎，哦哦，不是，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，你别。 让别人看到你还我，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？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，什么兜兜转转，还是那个他，别骗我了。哎，不是，不是的，你误会了。你听我说，唐淑娜，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，怎么回家？等等，你认识人家吗？哎，来接我了。你是谁？大姨，要你管啊？哟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 妈，你这么喜欢看妈一样？妈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有。 我这个垃圾还没扔呢，帮我扔一下。我去哪儿呢？哪儿？哦，好。到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 哎，起来了，到家了。干嘛呀？哎呀，怎么
我那道歉了。谁让你接我的？我大姨呢？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。我不用你扶，是我大姨告诉你。能个爪子！跟我大姨说。哎呀，你都走不了路了，不用你扶。到家了。这说了不用你扶，你还扶？我这什么都没事，家那么臭呢？垃圾。对，他怎么着你啊？嗯，没事。我能怎么着他？我是他朋友，我送他回来的。你谁啊？我是他姐。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。你说你是他朋友，我就相信啊。他叫什么呀？娜娜。那是我刚才喊了你才知道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来来来来，来，把钥匙还我呢。干嘛呀？把钥匙还。我起来！哎呦妈呀！你别过来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还动手？啊。哦。哥们儿讲义气，给我送来。给。哥们儿，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？嗯。是你哥们儿。嗯。我扶着他上去，快！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，丢了！快，搭把手，快！什么脏东西？你说我是脏东西？不是不是。哪有脏东西？嗯，别晃我！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！嗯。哎呦喂！喝多了是真馋。哎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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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自己会走开，我好，哎呦，嗯，你这样，那，你靠这儿去，倒杯水吧，来来来，靠这儿，小燕，啊，你也爱收集瓶子，一点小爱好，啊，那个，嗯，谢谢你送娜娜回来，收集瓶子我也喜欢，哎呦，好好好。好好好，我懂，好好懂，好。那你照顾他，我照顾，我照顾。走了啊，娜娜。谢谢谢谢，拜拜，不如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啊，好好好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我喝那么多呀。可是我失恋了。别了！我来来来，吐这个里，吐这里！哎呦！弟白脱了。嗯。啊，嗯，娜娜还没起来，昨天喝太多了。哎呦，她要醒来之后会很难受，这跟她晾着。哎哎，烫啊！嗯，还挺舒服的。我给她晾的，你喝什么呀？她都出门了。啊？嗯。几点啊？才。我也从来没有看他起这么早过。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躲着我呢。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，这以后啊，老这么折腾可不行。哎，妈，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？咱去，咱们今天。是个大公园。公园啊？行啊。那小时候，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，你才带我去公园。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，你总吵吵着去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因为在那儿，你才会不训我。今天我自己去吧，你别管我了。你主意变那么快呢？说好了带你去啊。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。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，赶紧吃，吃完咱们走。嗯，拿过来。
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说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，有话想对你说。你看这个，我不看。你看一眼。我不看。赵雨嫣，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，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。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，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，你也应该知道了。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死心了，我不会再纠缠你的，真的。你看一眼。看完了。看完了。 哎，李俊，是谁呀？和你不相干的人，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。那，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？对。哎，那你专门来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我……没有，我就是怕你误会。 等一下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，结婚的不是我。我跟你一起。你好好学习吧。嗯。学什么习？哦，你看什么呢？没有，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。那你去看吧，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。 别，我说好了，我陪你逛呢，啊，不用，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，聊聊天，没事的。你看我这水呀，这些都带好了，你行吗？行，你去吧，去我在这儿等你。我就两个小时啊，好，你别乱跑啊。我不跑，我就在这儿。你慢点啊。好。你看我这有这个。我子女啊，我的女儿，我儿子想去哪儿？ 哎，他，我不行。90年6月6日，6夕。大姐。 哎，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？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干嘛呢妈？哎，妈，我帮你干正事儿呢。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。妈，我们走吧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走什么呀？你来都来了。不是，你真把我当菜卖呢？ 你以为呢？你看看，这里孩子的条件，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！哎，小李妈妈，哎，现在带女儿本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嘛。就是，哎，而且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。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，这条件这么好，我儿子还多。哎，你看看人都夸你呢，你来都来了，笑一笑，来，别老打着个脸，来笑一个，笑一个笑。 真的，哎，赵云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我着急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哎，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，我想说，我挺替你开心的。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。啊，昨天，那不是昨天吗？我说的是现在，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。 谁给你的自信了？就是这么有自信。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？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，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。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，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啊！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，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，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工作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。是吗？
那以后让你天天见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，跟我解释。我要去实验室了。哎，你等等。走了，拜拜。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，条件还可以呀、啊。我们家没什么要求，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。29岁，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。不过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。你家女儿啊，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。我们就是认真的，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哎，在哪里工作？平时啊有没有空啊？他在儿童剧院工作，平时空倒是很空，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，他就是不爱说话。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，单纯点好。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，非要找什么感觉。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？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？离到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，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，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？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，不是上海人嘛。我也不是本地人，可我儿子争气啊，他现在是新上海人。真不好意思啊。你说你呀，叫你回老家你不干，非在这儿找个痛快。哎呀，谁让我找不痛快的？我还不信那个邪。阿姨，您看一下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你几岁啊？你是哪里人呐？你在哪里工作呢？这个个头还不错啊。笑一笑，笑一笑，打个招呼嘛。那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，注意。哎，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，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，十分心动，与您有缘。红娘不分男女，但是相亲啊，我在行啊。小伙子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妈，你要是没有，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走！哎呀，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？哎呦，我妈怕什么？哎，你还在跟他联系？我没跟他联系，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。是什么？这不是周到吗？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？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？我删了，我都删了，行吗？我删，可以了吗？能走了吗？嗯。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。嗯，哇，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，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，吓不吓人？吓人。哎，你说，我妈这个做法啊，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排年会座位。我记得，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？在我妈眼里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。我已经落单了，还有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，然后当众售卖。实惨，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，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，我妈就更生气了。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，习惯了她被安排，她有一点啊不顺意，就跟天塌下来一样。但跟咱们不一样啊，天塌下来咱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。但是你好吗？昨天喝的成那样了，今天又容光焕发了，又有两个小揪揪也扎上了。哎呀，一看就不关心我呀，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？发什么了？来，我看看。我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。误会，闹误会了。前女友是要结婚，
但不是跟我燕子哥，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。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。恭喜你啊，还有机会，还有希望。怎么说话呢？哥们势在必得。嗯，行行行。哎，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？彻底黄了。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。今天你也看到了，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，你也别太挑了啊。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了？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，所以才找了个周道。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，哎，呦呦呦，已经截止了，小李，下次啊。钱姐，红包发你了，你收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哎呀，收到了。好。小李啊，周末两天没睡好啊？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？很顺利啊。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。哦，就没出什么岔子啊。钱姐，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哦，那个 U 盘出了点故障，但正好我有备份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单纯的故障吧。哦，对的对的，这个电子产品嘛，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。小红梅是我努力争取的项目，我不会让她出任何的问题。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，但我希望不要因私废工吧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你？小麦小麦，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，现在有靠山了，你看说话还带着刺呢。钱姐，啊，最后用 U 盘的人是你。是你搞的鬼吧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小李不是讲过了吗？这 U 盘坏了很正常，你的 U 盘没坏过呀？真是的。喂，哎，小陈呐、啊，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记得吧？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？阿姨。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，一年包的是4999。还要加会员呢？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的呢？姨，您先别急，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，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，特价99。哦，这个可以试试。那怎么做？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，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再见，阿姨，再见。
怎么这么闲呀？都说了，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，来学校是有正经事的，自然得常来。怎么，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？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？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？人家可没你那么闲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，有没有什么好点子？有，还真有。但是我建议你，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，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。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，你得下稿给他点暗示，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来倒追你。怎么个暗示啊？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，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，你就假装很失望，什么也别说，什么也别做。这不绿茶吗？不行，我喜欢打直球。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？你打成功过吗？听我的劝啊，男人啊，只有自己追到手了才觉得珍贵，这个叫狩猎本能。哎，对了，那一天我看你家的沙袋不怎么样，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。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，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，我给你送过去。别有所图。说真的，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，长得很像，外表文文静静，发起未来却不得了，而且还爱收集瓶子。行了，你这个太老套了啊！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，门都没有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。人都是会变的，毕业这么多年了，我沉稳了。沉稳？体重长了几斤，不沉稳不行啊。哎呀，行，够沉够稳，走了啊。啊？不是，那那个沙袋怎么办？嘿。怎么了？因为五一有什么安排？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？那可以看海、看风景，我们还可以逛逛、吃吃。祝你玩得开心。你有安排了？那我去找别人玩。等一下，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。哦，要出差呀？那你叫住我干嘛？就说这事儿。哦，对，我决定了。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，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在读博士生，更别说女博士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、男博士来区分，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？你说的对，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，也不符合条件。没关系啊，申请一次不行，我就申请第二次。今年不行，我就明年。两个究竟有失败的时候。不是姐，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？我这儿没有啊。小乔，啊行，我最近画画了吗？那行，先这样啊，我开始工作了。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，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，那我改天再给你。谢谢宋叔叔。不客气。球，妈要工作了啊，你去那边自己玩，自己画画去。嗯，好。彭真不错。我听说这个导演也不错。那当然，价钱也公道。怎么感谢你啊？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。今天你不特别忙吗？怎么还有空过来呀？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？行，算你赢了。突发事件，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，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。你们没有做备案吗？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？我看也不用准备备选了，你看，这不现成的吗？球球，球球，过来，别在那玩，球球。哎，人家玩的挺好的，别吵。导演，你看，能不能拍？来，摄影师，开机。事儿啊，
你整天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，是怎么弄的？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？我这，我都是天生丽质，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，好吗？别紧跟我扯了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有急用。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，还至少要学 P 图了。就是那个 P 图，怎么 P 的呀？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。快教我，快教我。姐，你觉得你这么说话，我能教你吗？我就不教。谢谢。秋秋还挺像样的，好好培养，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。他爸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，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可秋秋一点都不抗拒啊，你看他玩得多开心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。不过看他这么高兴，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。我觉得秋秋没问题。估计以后像你一样，也能当个女强人。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。为什么女人能干了、有能力了，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？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？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？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。我妈以前是厂长。在那时候，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。后来我考上了北大，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，那将来谁敢要啊？谁说没人敢要？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。妈妈，我要喝水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妈，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。秋秋，哎，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。哎呦，怎么出这么多汗呀？这衣服太热了，是不是？妈给你擦擦啊。累不累啊，球球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我不累，我还要拍。吃了，不能浪费粮食啊！都给吃了啊，乖。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。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？自己整理书包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真乖，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，不用妈妈再操心了。蛇精似的，谁能认出来啊？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？为了这个，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的，可费劲了。不是妈，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，能通知我一声吗？我已经交钱了，你试试吧。我真小瞧你了，你弄这个不简单吧？你知道不简单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加一下，快快！加什么呀？你这是诈骗，你知道吗？这属于盗窃信息。我自己亲闺女的，我盗什么窃了？我诈谁的骗了？你看看，加我这些人，这图像
挺正常的呀，能说明什么呀？你看看字儿，这就是你说的正常。